不管你讲一千遍还是一万遍，是嘞，我拢无可能和你离婚红嫁啦，更何无可能和你做我的媳妇。啊啊啊啊我是来叫大家，你这档也真正落去了。在场的每一个家姐，拢派贵欠过日子，凭什么你爱大家派过日？我今仔日就是想要拆破你的脸。阿伟，你会当行哦？你搁假就无成啊！这个是小轩，伊平日代志搁唔来这项目啊？既然今仔日的主题是复活节，安尼我就搁我一个。莫你干咩来哦？我嘛唔知呀，啊，不过阿姨希望我嘛甲你讲，甲你诶为难。你想讲受人要甲你见，拜托我啦，你乖乖在我等。好，我先来去处理菲菲诶代志，啊，该当你出场诶时阵，主人我甲你接。你是谁啊？阿哥，啊，你为着要嫁这个，啊，你连厝人你都要牺牲。你哪里是？我是惊别人走动，我才会不得已做出这样的代志。还当看在阿弟奶奶份上，原谅我，我对不起大家，是的啦。我绝对不愿让那个卖牌货伤害我的好心，我一定要赶紧走出去。不管你讲一千遍还是一万遍，是的，我拢无可能让你离婚红嫁啦，更何况无可能让你做我的媳妇。我是来叫大家，你这档也真正落去了。在场的每一个家姐，拢排规欠过日子，凭什么你爱大家派过日？我今仔日就是想要拆破你的脸。阿伟，你会当行哦？你搁假就无成啊！这个是小轩，伊平日代志搁唔来这项目啊。既然今仔日的主题是复活节，安尼我就搁我一个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后来。